电脑转转发现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当你的朋友有所谓的江湖急救，你救不救？要下班了，开心哦。但是有人马上说，我工作做不完，你帮不帮？我跟你讲，在这个社会上啊，我们在外面真的是靠朋友。有的时候呢，你说 yes， 你就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可是等到你说 no 的时候呢，你就完蛋喽。说 yes 很简单，说 no 非常难。我们待会儿教你如何来达到应该的界限，然后你还是一个好人。欢迎右手边第一位，他呢，我们公认觉得就算做坏事都让人觉得是好人的小柔。嗨，大家好，我是江湖乔姐，好不好？最爱乔事情的乔姐。好，谢谢。也还好，我们都跟你很熟，对，我安心了。OK， 好，好，继续这一位呢是好太太、好女儿。我们很好的朋友，欢迎 Susanna。 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在这边跟大家碰面，谢谢。好，继续这一位呢，找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家里都是好人，好先生，好先生的太太，跟好小姐的姐姐，我们欢迎依依。大家好，我是假面好人，对，我是依依，我是假的好姐姐。好，好姐姐是真的好姐姐，好姐姐。好，我们继续欢迎淡江大学副教授洪盈正老师。对，主持人，大家好。OK。继续这一位，他最有学问，为什么？因为他是好人，但绝对不是烂好人。我们欢迎小戴。嗯，我是有底线的好人，非常好，这个就是真是最不容易做到的。很强哎，强不强？很强。来，听了，我们先从一个题目开始今天的话题。题目是这样的：有一个朋友跟你借钱，你明明不想借，但是你又不敢拒绝，后来你借还是不借？来，借是圈，不借是叉。朋友啊，好朋友咯，跟你开口借钱，你真的很不想。好朋友啊，好朋友。可是而且那个金额也不是你很想要借出去的钱。请举牌。哎，哈，小队，你借啊？借。你不是说你有底线吗？但是我的底线是因为刚一萍姐讲的说，如果金额很大，那我就是这个人。哦，对，但如果都金额，譬如我所谓的大，对我来讲的大就是大概一两万、两三万这样子。对，我讲的是不想要借的金额。不想要借的金额，那我是不可能的 ，No way。所以症结点在于多少钱哦？对，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好的，好来，那请把牌子放下，借了以后。对方迟迟不还，因为这个金额还不小，嗯，然后你去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有点像是催款的概念，你觉得心里会不会觉得很不应该？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控告自己，觉得我哪安呢？如果你会，请举圈；不会，请举叉。所以洪老师不会觉得内疚。不是我的叉的意思是，基本上就是说，对我来讲了哈，假如说我认为。他的金额是我可以承受的，对。那如果当我有这一个所谓的借的行为或者借贷的行为，就在那个当下，我其实已经告诉自己，这笔钱原则上是、不还也没关系，不拿了，对，因为我想这也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对对，是我的意思是这样，是这样，所以你会不会开口跟他要？原则上不会，可是如果开口了呢？我几乎没这样做，没这样做，对，几乎了，除非当时那个，我要跟他借钱，不是真的，好紧，我在看错，对，因为确实是这样被教导，是上帝这样教导，其实长辈也有教导，意思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借钱的这件事情，你拿出去的金额，其实原则上你不要期待把它再拿回来，对，借等于就是一种给，好，那先问小戴，有，所以你。如果说你是一个不敢说 no 的人，这样讲对吗？我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好贱哎、对啊，哪部分？因为我每次哦，就是人家跟我借钱，我虽然不想借，我还是会借，就是我的能力范围，我还是会借。Okay. 可是我就一直骂自己，我干嘛要借？我干嘛要借？把钱留给自己。对，我干嘛？我宁愿拿去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怎么样，我都好，可我还是借了，还是借。然后借了之后，我又不好意思跟人家要，对，所以。即使有时候真的因为累积多了，我偶尔还是会跟人家暗示一下，你点开一条筋也在处理几类不？其实通常都没有回应过，没有人回应过。我大概这十多二十年来借出去的钱没有一笔拿回来的。哇塞，还好你老婆刚刚先离开了。没有没有，她都知道，所以她非常恨我这一点。真的？对对对，她超恨我这一点，她就觉得说我是烂好人。可是其实。
我不是那好人啊，我只是说那个东西我做得到，我就说那个金额不是很大，就是一两万块、两三万块这样子，不会再大了。可是好几个加起来也不少，对对也不少，对也不少，一两万，对啊，五个就是十万了。所以我就每次就很后悔啊，我为什么要借，我为什么要借，但是还是借了，对。但是通常就是这样子啊，如果说像这些已经跟我借过钱的人，然后也都没有再回应的人，我后面也都没有再当朋友了。对啊，对对，真的是花钱认识朋友，对对。学教训，学你嘞？你说你如果开口要，你会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内疚。对，我尤其是我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刚从台北从南部上来的时候，只要我朋友跟我开口，基本上我都不会 say no， 因为我觉得我就想说江湖救急这种东西，他会开口，我还会听他想哦。他会开口表示他已经真的走投无路了、那我如果不借他的话，他会不会就没有办法生活？没关系，我可以吃泡面啊，我有几个比较好的哥哥姐姐，我可以去他们家蹭饭。他没有哥哥姐姐，他也没有家人，不行，我一定要借他。然后我借他完之后，我就会开始内心在想说他什么时候会还我。然后他每次因为借的人，他一定会跟你讲说我下个月一定会还，或是他因为给一个 deadline 就说我那个时候一定会还。那我这个人呢，就有某部分其实有点小格局，就是我会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面，我不会像洪老师就说哦借出去就算了。但因为我自己也是辛苦白手起家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借你这一笔钱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大金额，但我就会开始一直就开始在数馒头，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先传个简讯呢，还是打电话，还是请朋友托个口讯呢，还是我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就假装来个巧遇，然后来看看他最近的。因为那你到底有没有嘞？有没有巧遇？有没有？都是内心。他都是一堆内心。对，我内心就开始一直你已经做了好几个梦了都。对，然后我就一直在就等等等，好，终于等到那一天了，我就心里想说，他在十二点之前，他如果没有传简讯，也没有还我钱，这朋友就认清了，他就真的也没出现。然后我打电话他还不接，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想尽办法找朋友跟他讲，然后用很委婉的口气请他接电话，不是讲钱，我还没有把他跟我借钱的事情跟别人讲哦，我还是就是用说，哎，你如果遇到他，因为我知道他跟他很好，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托个口讯给他说，哎，帮我打，因为我不敢打，因为我怕我打了他会不会觉得他自己难为情，所以我是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请他好朋友跟他讲，然后后来我打了两三次之后，他的朋友才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该不会是借钱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可以借多少钱，我说大概快五万，他说五万块，黄小柔你疯了吗，他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不知道吗，然后就倒抽一口气，所以你的意思是他跑路了吗，他说没有啊，他现在就是在哪里哪里在洗头啊，在做指甲啊，每天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就在用你的钱。然后我就听完我就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然后我隔天就真的也就遇到他了耶，啊，他就是、我以为你隔天也去修指甲，没有，然后我隔天他可以用我要去，我隔天就遇到他，他就把自己真的弄得好漂亮哦，然后身上香香的这样子，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不敢跟他要钱哎，为什么呢？不知道，都见到他都不回你简讯，看到不是刚刚好？不是，我内心就心里想说，哇，他弄得其实还蛮漂亮的，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内心就想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如果在这五万块。他可以让自己过得很漂亮，搞不好他是不是生重病啊？你真的有那个魔鬼跟天使一直在对话，一直讲，然后一直聊、欸。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好吧，他可能是不是真的有难言之隐？他搞不好就是真的可能也剩最后几天啦、啊，或者搞不好他就是生什么重病啊？你是很希望他是生重病？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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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有难言之隐，我不要去挖人家的隐私，没关系，他不还。然后我真的跟他碰面，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还好吗？他说、哦、我很好啊。然后我就想说，我也看出来啊。但是我很想要跟他讲那笔钱，但我还是没讲。反正这一笔账就没了，就对了。自从今天为止都没有了。当然没有啊，怎么可能？这多久以前的事情？这都是在结婚之前，因为我结婚之后，我所有的东西都要透过我先。哦，我先生很好做坏人。你问我会不会借？哦，我一萍姐，那个小朋友明天要交学费，然后我的钱一直没下来，然后我拍完那个戏，他戏就是一直嘎着。我小朋友三个加注册费可能要快十万，你可以借我吗？我不借你，我可以给你两万。
可是我可能还差八万。那我再帮你去看看有没有别人可以给你两万。可是我不想要那么多的债主，我可能真的我跟你最好，我可能我跟你开口已经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跟你讲，那我也没有。不是，要不然你要不要小鸟包包先借我？我可以先拿去当。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有钱人，后养老人家。感谢主，感谢主。OK， 好，没关系。来，我们看依依，你有借过吗？你有这种案例？我有借过，而且我是应该是史上最扯的案例，因为我明知道我那个朋友在做诈骗集团，我还借他，我就是神经病，而且。我那个朋友其实就是我大学同学，然后那时候他说法很粗糙，他说什么，依依你最近有没有一笔大概十几二十万？因为我弟弟在做投资，他急需要一笔钱，这种说法就很粗糙，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说什么弟弟在投资那种，然后我就心里就知道说你一定遇到诈骗集团，但我没有戳破他，我只说你弟还好吗？有没有认识什么朋友？他说没有啦，就是投资这样。然后跟我开口借了二十几万，然后所以最后我就跟他一来一往杀价干嘛干嘛，最后就是只大概借了三万块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就一直很怄啊，我明明就知道他是诈骗集团，我这三万块明明就是给他了，而且也不是正当的帮助到他，然后但我怎么没有拒绝他这样子，然后我内心就一直在想说奇怪我干嘛要这样子。可是有一天我发现我上 FB 的时候他把我封锁了。我就登了，我就发现说他根本就是当初就是借了钱就想要不还了，对，哇，好，那你们真的就是对都血淋淋的耶，就是真的是学教训，然后花钱看没有。这里有一个心理测验，就是如果朋友跟你借东西，你最不希望他跟你借什么？然后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看你对于说不的勇气。A， 朋友跟你借宠物是你最不愿意借的，带走，还是你是讲小孩吧？借小孩。好 ，B， 金钱 ，C。珠宝首饰 ，D 借住你家。你第一个直觉，你觉得你最不希望他跟你借什么？来，等等，小柔说最不希望人家说借住你家，然后Susanna说 D 也是不让人借住你家。好，依依说 B 就是不希望人家来跟你借钱。洪老师说不希望借珠宝首饰，然后好，小戴也是 D 借住你家。我们先看金钱好了，因为刚刚在聊钱，好不好？哦。你很了不起，依依，你居然这么80分，哇，这是不是榜首啊 ？OK， 来，拒绝勇气80分，你的情商很高，很懂得说话的艺术，就算拒绝也不会太直白，措辞会尽量的委婉，让对方容易接受，因为你很重视友情，不想因为拒绝而失去这个朋友。对，但是后来还是失去了哈。对，还是失去了。不过那个不算朋友啊，我觉得他在我的定义里面，他就不是真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先看我们洪老师吗？好啊。珠宝首，你是最不希望他借哪一个珠宝首饰啊，洪老师？因为我觉得那是很贴身的东西。哦。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珠宝首饰，一般都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哦，对，对不对？明白。来，我们来看看珠宝首饰是拒绝勇气55分，还行。你是个半个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几乎都有求必应，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拒绝，所以当你想拒绝的时候，就会装傻或者是搞失踪回避，才不会双方都尴尬。他是好好先生，他真的是有求必应，但是因为他太忙了，所以他常常都会迟到。所以他们就说，就是因为你是好好先生，什么都答应，所以你才会 delay。2022年开始，已经是我开始，是我等他们了。哦，听到没有？这样不是。我跟你们说，因为选 D， 因为我也是选 D。对，我们先看宠物好不好？好啊。来，拒绝勇气95分，你们看到没有？来，你是个热心又有耐心的人，就算无法帮助朋友，也不会拒绝。你就拒绝后就漠不关心，反而会积极陪对方一起想办法，为对方加油打气，帮助他勇敢面对问题。所以等于拒绝了，但不是，并不代表我不管你了。OK， 对，我就会帮你找个人去借钱。来，我们先听一下Susanna，你为什么不愿意借住你家？我们家三个青少年，然后有男有女，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朋友跟他们的互动，或者是
到底他是安什么样的心态会希望住在家里，但他其他的款待我真的非常乐意，请他吃饭，然后陪他出去，然后或是像很多之前外国朋友来的话，我真的就是一整天都把时间就陪着他们周游列国。可是要到家里我觉得还是要有个界限，毕竟你也不希望，如果是个女生，你不希望老公穿着睡裤在客厅走的时候他在家里出现，你不知道，或者是女生穿着睡裤在里面，对呀，你真的不知道他的行李箱装了什么。对对对好，来，小柔为什么不借住？因为我先生有洁癖啊，他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如果今天你住我家，他就会觉得说，当然如果是好朋友，但是如果是我朋友，他应该就不会了，因为他会觉得说，你睡了我的床，我不知道你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如何，你用了我的马桶，你到底会不会好好的去对待他？你今天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真的把桌子上面的东西的这些油渍擦干净？你来住，你到底要住几天？然后你今天所有住的东西，那你如果上厕所，有一次有一个人就住我家，然后呢，他就是用我们家厕所用了超过一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我先生就说从此之后不准人家再来住。他在里面用厕所用一个小时哦。嗯，那有人洗澡就会洗一个小时以上啊。那他我们家就是他就是会觉得很不安全感，他到底在厕所干嘛？他会不会死在里面，或者是他会不会就是，或者是我先生会，先生好极端。然后而且我先生还会说，你看，你看，看看，他就是一直在用水，他水都没有停呢，他就这样子，你不觉得他很浪费水吗？然后后来到最后，我就心里想说，好算了，不要。如果真的要借住我家，我会觉得很麻烦。各位，借住你家，你所谓的拒绝勇气是几分呢？20分、哎，各位说了那么多狠话，我跟你讲，可是我们是这种人，对，对，你是好先生，好好小姐，无误。哎，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就算你不情愿，也会勉强答应，因为你怕让别人失望。建议你要跟对方说清楚，以免不舒服的情绪累积太多，最后很容易大爆炸。这我老公最常跟我讲的话，是吧？他说：“你看你又来了，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这种烂好人？”然后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为什么就是要揽在自己身上？就类似这种。苏珊娜，嗯哼，有没有自我反在反省当中？真的吗？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譬如说，可能别人找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觉得说你应该有那个能力跟时间啊。可是同时，如果有十个人这样子同时找你的时候，很难当下拒绝人家。我就是不喜欢看到别人觉得很难过的表情。嗯，真的吗？然后我希望大家很开心，然后我很不喜欢冲突。我觉得如果有冲突出现的时候，我会很难受，所以为了避免冲突，会尽量能够让场面是缓和和平的。嗯哼，你是为你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好小姐吗？我现在已经变比较正派了，是不是？以前是邪气嘛，也不是啊，以前更正派。以前实在是没有界限啊，对，所以会完全就是压榨到自己，所以我先生也会说，就说你已经把。这是时间全部都给外面的人了，对，那我呢，然后小孩呢，那我就觉得我已经尽力，我已经在每一个好像生活的这个岗位上面已经尽量要做到好了，可是问题是他认为我应该要给他更多，不管是注意力也好或是关怀，那我觉得其实你想要 please 每个人，到最后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欠缺。嗯哼嗯哼，对，我们来再来一个举牌题好了。好啊，请问你觉得做一个所谓的好好人可以领这个好人卡的概念哦，它真的就是让你的人缘变得比较好，还是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变成了工具人？如果你觉得人缘变得比较好，举圈；工具人，请举叉。来，请举牌。可以这样子吗？要以今天当下，今天你以前是什么好了？你觉得以前是什么？是好好小姐，人缘好。OK， 可是后来 OK，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人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常常会看，我是觉得好好人当久了就会变工具人。OK， 所以我看小柔是圈圈好好人缘好，好，来，请放下，洪老师先听你的。因为我觉得哈，想当这个所谓的好好人或者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基本上这里面可以分三种了。嗯，哎，第一种就是说他真的是蛮有爱心的。嗯 ，OK 啊，他爱人如己啊，然后。也以至于他很能够同理别人的感觉。是，那第二种呢，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我们 Susanna 有提到，就是他是一个内在的那种自我概念是相对负面的，是相对比较软弱的，他就是常常有一种内在的声音，就是说如果我不这样子，人家就不会喜欢我啊，所以我要表现出好像让人家
要能够肯定我，对不对？所以你的肯定是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你，而不是在乎你自己生命过去累积起来的那个自我形象，就一直告诉自己不好。这个也会让这样的人很容易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满足别人，对，甚至是委屈自己，让自己很辛苦的人。好好，对。那最后一种呢，这个是一种暗黑性格了。暗黑性格，对，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操纵性格的人，对。然后他基本上是非常工具化，他对你好，其实那个好是手段而已，对，他后面还有一些目的。有，所以这样的人其实要嗜酒才会见人心，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看出来。对，有遇到过吗？有吗？有没有？小戴在整个社会新闻上的案例最多，看过人性太多了吧？所以我说，我们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在社会上交那么多的朋友，其实我真的觉得真心的不多了。真的就是说，你真正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不多。当然，朋友是普遍到处都是。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受伤的时候啊。对，那像我之前哦，像可能有你不相信，我是那种。被人家还当作那种娱乐工具，怎么可能？不是这种，是因为我很会搞笑。你想到哪里了？我知道，我想说他应该是那种小戴哥，对，但是很尊敬你啊，对啊，但也是因为江湖很那种，是啊，而且因为可能是你，我还是个媒体高阶主管嘛，所以他常常喜欢应酬带我去。那我们之前我就曾经碰到一个真的是很好的，还算不错科技公司的兄弟，对，是。那他好几次去那种接外国友人来台湾参访啊，或谈订单的时候，因为他们喝酒就很无聊，你知道，然后晚上不管去夜店，不管去酒店，然后一群人也玩得很无聊，然后他就叫我去作陪。作陪？因为我就很会炒热气氛，然后我喝酒又比他们强，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像酒驾？对，我就是真的公关，我真的就变成公关小姐了。然后就被叫去，然后啊开始炒热气氛，完之后他们喝在一起之后，我就默默离开了，这样子。好可怜哦。对，好几场都这样子，然后后面他单谈成了，什么都谈成，后面就忘了我的存在。那不是工具人是什么？真的连说啊说啊小戴谢谢你，或者说啊请我吃个饭都没有，都没有，而且有好几个这种朋友。真的，后面我就想啊，算了，这种也就慢慢的就淡化了。对，下次再找我，谢谢再联络。来，各位这支鼻烟有没有曾经觉得，但人缘好了，刚刚各位都觉得自己的人缘好，毋庸置疑，一定是人缘好。可是会不会也觉得别人把你的随和变成了随便？会有吗？你先提一点。像我以前就是大学刚出社会打工的时候，那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工读生都是算小时的，都算时薪。那你知道就会刚出社会的时候，人家都会称赞你说：“你好敬业哦！”就用敬业两个字说：“你看你时间到了，你都没有马上走你还会在现场还会再待一下或什么的。”然后久而久之，你就被扣上这个帽子，然后跟别人介绍的时候说：“依依很敬业哦，你看他都会做的比别人还要多或什么什么的。”久而久之，你就不敢拒绝别人了。这个听起来像是公司比较资深的女同事说的话，就有没有像不像？被拱上去了，对，好像其实你还有年轻又漂亮哦，对呀，他又这么敬业，又人又这么好讲话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小时候就是那时候不知道，就一直觉得说人家都觉得这样是敬业，然后这样才是被称赞是好人。说什么哦，你爸妈教育好成功，你看你怎么这么懂事。然后就说这样是懂事，就是帮别人多做事或怎么样，对，就任劳任怨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对，真的好像不应该要这么势利眼，然后就应该就是，就算你工作结束，你应该留下来要帮忙再多做一点啊，然后就是甚至超出自己工作范围的工作项目，你也要多做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久而久之，就其实自己内心有一点觉得说，好像好奇怪哦，人家是不是在利用我啊？这样，然后就发现了，对，就发现了，就觉悟了。可是因为其实小时候我们的家庭没有教我怎么拒绝别人的这个技巧，所以我其实一直到了，我就一直被当这种人，一直到了大概到了最近这几年，我自己当妈妈了，我在想办法要让我小孩不要变成我这样子的时候，我才开始去想说，其实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让我自己不要变成这样的人，我才开始改变的。你爸爸是个好好先生，对不对？我记得你有一次聊到，爸爸只会说好。对，我爸好到一个夸张，像有一次他回家，他骑车载我妈妈，看到我们邻居在
旁边走路，他还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载我老婆哈，今天没有办法顺路载你。我妈今天回家就生气，你载你老婆跟人家对什么不起？对，就是我爸就是一个，就是好到一个，就是好可爱，到哪里都要。然后现在他很喜欢摄影，大家都会叫他去帮大家摄影啊，干嘛干嘛，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他，我觉得可能老了有一点存在感这样子，所以我后来也觉得人老了，我就不纠正他，我就不常常一直跟他讲这件事了。好，对，好好先生，有啦，有遗传到，有遗传到，对对对。哎，苏姿嫣呢，有没有？我觉得因为有些场合实在是因为，譬如说可能我出现的话也会带动气氛啊，或者是也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些面子，而且有人有人做事吧，对，因为我是一个有做事很效率的人，然后我喜欢就是如果东西别人搞不定，我就自己全部通都跟你当朋友，这个很适合一条龙搞定这样子。对，有时候我觉得要交代，把东西交代给别人，让人家造成那么多的困扰跟麻烦，我就自己做完就好了。因为第一个就是也等不及嘛，然后第二个就像说不喜欢麻烦别人，那我觉得这样的个性其实也是就变成你没有办法表达真正自己的感觉，所以人家会觉得你很好，然后也蛮好用的。更冤枉的是还被骂啊！你还被骂，做好事还被骂，真的？为什么？就那时候真的就觉得哦，好委屈，因为其实反正我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关系，你知道我要订什么都很方便的。对对对，他只要一讲小袋哦，全部对对对对，小袋哥，别人订餐没有位置，他小袋哦，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以前有个外号，我以前有个外号就是。某大 KTV 北部定位中心。我懂我懂，找不到位置。找不到位置的人全部打电话给我。我以前有个外号就是某大 KTV 北部定位中心。我懂我懂，找不到位置。找不到位置的人全部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那个业者也对我非常好，他每天晚上各店报留一个包厢。哇，对，好炸哦！不管有没有订，他反正他每天都给我留一个包厢，因为他也知道我都每天都临时，对对对对，临时太多。会一通电话来。对啊对啊，那其实很多人就知道有这个管道，后面就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听说的什么，后面就找我身上来。对啊对啊，那我都能处理完，我也都处理好。可是后面有的人真的就白目啊。譬如说，大概十个人的包厢，我就只能订到六个。那说实在，他也不是跟我很熟的朋友，他就打电话来质疑说，为什么只能订六个这样子？啊？对。那我甚至还有那种假日那种廉价订饭店的也是，对，说要订四人房。你有服务啊？对啊，我订两人房，然后为什么不能订四人房？你不是很行吗？什么的？就会一直被人家质疑，你就开个有限公司吧，我觉得。对啊，后面质疑到直接做专业的。对啊，后面我质疑到我真的就设限，就是说我很熟很要好的朋友，我才会有这种，否则就不要。对，本来是都广大服务的。我们打给你还可以吗？啊，不是，在节目上不行不行不行。在节目上不行，没有。对对对，小戴现在没有电话。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不熟不熟不熟。了解了解，是。对，我想回应一下那个 Susanna 刚刚的那一个观念哈。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那个起心动念的问题。起心对，就是说好比讲 Susanna 今天是因为人家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条件啊、恩赐啊，哈，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人家就邀请你去给他们一些协助。那我呢，就是说我如果站在属性的立场，就是说我去了乃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可以给他们帮助， OK， 我并不是讨好，我也并不是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像为自己创造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像一种人际环境啊，然后从中间可以上下其手啊。 对， 对，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就一个我们愿意去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我个人是觉得很 OK，因为我们本来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嘛，不要觉得委屈了，也不要觉得很冤枉。可是因为我也听过一个长辈有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真的做了这一件事情是善意出发点，然后是利他的时候啊，你就做到底。对，什么意思？就不要也留一点点，好像你已经做了90%，可是你最后你可能有一些不满，然后你表达出来，让对方反而会觉得你亏欠了他。对对对对。然后做完了，学到经验了，若是你真的学的不妥，下次就不要再做就好了。对啊对啊对啊，我像我家里面的人，我阿妈从小就教我嘛，你人不要
就是一定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所以我就常常就是，只要我可以帮得了忙的，我基本上我都会帮忙。嗯嗯嗯嗯，怪不得瑞哥平常不让你出门。对对，行侠仗义都在外面，拔刀相助。对，揽太多事。乔一姐。对，揽太多事。来，各位看一下这边哈，讨好人的症状，你觉得你自己有哪一些？症状一就是当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想要符合对方的标准或者是喜好。症状二就是当别人看起来难过或者生气的时候，你会立刻让步或者是去妥协。症状三就是你很害怕被别人评论，特别是负评，所以呢总是想要做到让别人觉得很满意。嗯，我先讲我自己，我觉得症状三我已经戒掉了。啊，真的？我戒掉了。会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脑海里就想说啊，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去做，人家会不会不喜欢我？不不，我这样子我，所以那个出发点并不在于我觉得我想要帮助，而是在于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我应该是二吧？我也是二。对，难过的时候就让步。对，我很怕人家心情不好，因为我爱交朋友，然后我都喜欢让朋友很开心。可是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替他做点什么事情，对对对对对，对啊，让他心情好，或者让他过得很快乐这样子，所以 OK， 对，然后他能够，他要要求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符合他这样子。如果说只是 cheer him， cheer 就是让他开心 ，cheer him up，、也可以嘛，就是逗他开心也是一种，对对对，对不对？好，来，我觉得我会变得讨好，就是我不只是只有让他开心，譬如这个很容易，譬如在孩子上身上看到，嗯哼，所以晚上在家我就是一个。端茶水、端牛奶、端点心的一个妈妈，就她一边在做功课，妈，我渴了，然后我就去哦拿牛奶出来。然后其实很多次我就发现说，我很不希望他们就是已经很累或者是很忙的时候还要再处理这些事，我就帮他统统都做完。然后特别是儿子如果说我们打球啊，然后或者是有球赛输了啊什么这些，我就会希望用各种方法来安慰他们那个感觉，就很心疼。我会替人家感觉他的感觉，然后。对，我就会提早来帮他预备，那所以我会舍不得别人难过。对，我是症状一的那种，就是譬如说像跟姐妹也要一起出去玩，去住饭店。假如譬如说我可能觉得说，反正睡一觉而已，不需要住太贵。可是我的姐妹也许就是想要，她就是有个愿望，想要住一个什么 villa 什么怎样的，我可能就会不敢说不。这一没有啦，还有一群姐妹，一个一个，好，没事，不是，好姐妹，好姐妹。我只是举例啦，就是如果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既然是出去玩了，就要希望对方开心，然后我就反而不敢说，其实我想要住哪一种形态的饭店或什么的，我就会很希望对方开心这样子。但是其实，譬如说，有时候其实，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也会，就譬如说，有时候像吃个晚餐，老公问我说你想要吃什么，我都会说你没哎，其实我随便啦，你讲你的啦。可其实我内心。你根本就有一个想自己想要吃的，但我就不敢讲出来，我就觉得说想要吃他想要吃的，我想让他开心。可其实当他选了一个其实我超级不想吃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把火，对，还是有那个火在，而且其实那个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把一些脾气发在别的地方，然后老公会不觉得莫名其妙这样，但是因为你那一餐你就吃的其实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发现，其实。一昧的好像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好像其实也不只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关系。我刚刚想到一个故事，就是金项链的，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好像习俗是说，就是双方男女要结婚的时候，婆婆要送我饰品，然后我的妈妈要送我老公饰品，对，然后我对好像之类的，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反正好那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就是说那我有认识一个银楼的朋友，那我们两家人就一起去那边挑，那我就跟我老公还有我婆婆就一起去了。然后我当然就觉得说很合理啊，我觉得对，我就帮我老公挑了里面最粗的一条金链子，然后我婆婆妈妈买单哦，是对，娘家买单，这是你们娘家要送给女婿的，对对对。然后我婆婆那时候当然是觉得是欣喜若狂，心情还不错这样的感觉，这样。然后可是当我要挑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我就不知道要挑什么，我都不敢讲，我就是完全不敢讲这样。然后后来我婆婆就索性走到我旁边来说，其实哈。我跟你说，换现金是不是最实在？我就啊，对对对对对，这样。可是其实我有跟他们说，我们家不收大聘，不收小聘，这样。他说换现金最实在。哇，娶你真的好便宜哦，划算吧？对，很划算。对，然后结果，所以我就变成哦，所以后来回家的时候，我妈说，后来结果你是买了哪一条啊什么的？我就说我选的
整家店最粗的一条金链子送给他们家。我妈说那你呢？我说我没有啊，这样。然后我妈就哦这样，我就说我婆婆说换现金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家是不就有说不收钱这样。可是后来真的到了订婚现场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那一笔钱，但是就是大聘小聘放出来，那我妈妈就已经说我们不收大聘小聘了这样子。所以到了最后，我妈妈就会觉得心里觉得说，哎，好奇怪哦，因为娘订婚是娘家的客人要来，就是我妈妈那边朋友要来，我妈就会觉得说，我的朋友一定觉得说，为什么我女儿出嫁，怎么这里什么都没有，就真的有一点空空的这样子。然后，我妈就会心里觉得好像，觉得她的女儿，她没有帮她女儿处理好这样子，对，所以一直到了结婚后面好几年，我妈都会心里好像很在意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听到我婆婆在跟她朋友讲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婆婆跟我妈妈在聊天的时候，我妈当然也是很好说话，我妈都说没关系啊，我们家都很青菜，不是我们家就是结婚其实不用太对，很不用太拘泥一些那个细节。然后我婆婆跟别人讲电话的时候，我就听到她说哦，我亲家母吼他们也是很青菜啦，但我觉得我婆婆应该不是那个意思，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起来就心里觉得好像我好像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也没有好像没有让我自己就是，其实我觉得我长辈还是会介意一些事情，但我好像没有做到一些该基本好像一些习俗该注意到的事情这样。就是我也不是百分之百觉得逆来顺受，什么都接受的，我明明不是这种个性，我明明也是会介意说希望结婚有一点什么什么，但是最后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我就会常常一直检讨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在表达能力有问题，是不是我的个性哪里有问题这样子。就比较也是有一点就是随和，然后就变青菜。我一方面又希望大家开开心，一方面又希望好像别人好像有重视我或有尊重我这样。当别人感受到好像其实别人也没有这么重视我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会低落的。洪老师，那个是不尊但没有重视他吗？我觉得夫家应该还是重视他，只是说你觉得应该对。如果是夫家，他当时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依依整个这样的描绘起来，其实他的那个家世背景呢，从他的父母啊的整个家庭教育，我觉得就是非常的谦冲啊，然后自义，把自己压得很低啊，然后呢就是希望与人啊都是非常的和善啊，对，基本上这个看起来是你们的家庭的处世哲学，对。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谦冲应该是什么？真正的谦冲是应该是我有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我又把我的条件显示出来，但是呢没有关系，我可以配合大家。就是说像您的先生说晚上吃什么，你有你的想法啊，但你可以后面再补一句，但没有关系，如果你们想吃什么我也可以配合，这样才是真正的谦冲，对不对？不然你什么都没讲，那真的就变成是青菜了。你现在身为好好小姐跟好好先生，你们觉得有压抑吗？不会啊，不会。我现在其实比较容易表达，我觉得可能是真的，第一我时间比较少，没时间，对，没时间，没有时间，然后第二个是家教甚严，对对对，所以呢，就很多事情是我先生会在旁边提醒我，告诉我，到最后我现在比较容易会敢去拒绝，就比如说你今天找我帮忙，然后其实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轻而易举的。我就可能打个电话，或者是你可能稍微拜托苏姐你帮我做一些事情，其实都很容易的。可是我现在就会看人，因为我被伤太多了，真的就是你真的、哦、你就是把这个人际关系可能把它接起来之后，他们两个甚好之后，然后一起讲我坏话，这种我也碰过。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我真的有些事情是好我硬去瞧，然后把就是跟小戴哥一样，把东西都瞧好了，他就突然给你一个电话说，哎，我可能我不需要了。然后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要用人情来还的，然后你瞧好之后，你很轻易跟我讲，没有啊，我就不想去啊，所以我可能就，然后更气的是，他去的，他订的这一家的对手的那一家，然后被看到，然后人家这一家业者打电话来跟我讲说，黄小柔，你在开我玩笑吗？然后我就整个人就醒来，从那一次就几次伤害过后，我就会开始是想说，哎，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 ，O 不 OK？ 然后我要帮忙之前，我都会先把事情讲好。我说你真的确定不准？我定了，你不能改。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是要还人情的，要记住这些事。但我非常愿意帮你的忙，然后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这么轻松，我是工具人的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就会真的想说，哇，如果真的，除非是真的没办法才会找我，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对，因为你以前是怕得罪人，对，所以你什么事情、你就会隐藏自己的想法。对，我就会都吃瘪，变成一个好使的人。对，然后就是可能今天真的也被当就是工具人了，然后我也超难过的时候，我还要再去陪别人的不是，然后明明就不是我做错的时候，其实那个真的超呕的。被当就是工具人了，然后我也超难过的时候，我还要再去陪别人的不是，然后明明就不是我做错的时候，其实那个真的超呕的。好，现在不会了，现在不要。好，OK， 苏珊娜，你觉得现在的你？我觉得那个界限开始懂得怎么画，然后以前其实我也会讨好我爸妈，因为我有个弟弟，他在青少年期的时候非常叛逆，然后看他跟妈妈的沟通，我就觉得很心疼爸妈，所以我就会把弟弟的话翻译成比较能够听的人话，然后让妈妈知道，然后把妈妈比较严厉的话转换成他可以比较接受，就变成他们当他们的中间人。那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还是需要自己 work out， 他们自己都要成长嘛，各自包括就是他们的沟通模式也好，或是他们的互动的关系。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的那个讨好程度甚至是有时候会多于，就是我舍不得，我心疼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用尽一生来就是培育我，然后照顾我，对，我觉得对他们的爱已经多到让我觉得要多为他们着想些什么。可是我觉得神很可爱，他是用这个就是身体的状况来提醒你，对，来提醒我，就只要那个灯一发亮的时候，我就知道 OK， 真的有点too much， 我需要停止，然后开始看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的声音是什么，然后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其实会很怕，你会觉得我真的可以说出来，我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叛逆吗？那可是真的，当你愿意把自己的真实样貌呈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是更安全，你是更让人家可以接近，不然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是有保护色，或者是说怎么看起来那么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没有什么破口，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时候也会让人家觉得格格不入，好像认为不能亲近你。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呈现真实的样貌的时候，人家会看到你的瑕疵，会看到你的缺点，可是当你勇敢这样子表现的时候，反而你会真正赢得真正的友谊，而且人家会接纳那个样子的你，是而不是假版的。对对，很好。而且那个不叫做叛逆啊，对我来说，你刚用叛逆，他居然用叛逆，对呀，你居然用叛逆啊！呀，不是叛逆，是真的。太好，你我觉得我现在这几年真的是超级改变很大的，我不信，那真的，你怎么跟以前比起来？真的，因为我交到一群朋友，就是陈真跟蔡依凡，这两个人是超级天差地远的两个人。那蔡依凡他自己叫做假面甜心，就是代表他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是表面上都是就是笑嘻嘻，可是其实内心是有自己想法的。对，那陈真这个人呢，真的就像他名字一样，他很真。可是我们反而在跟陈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很直接的，所以他不喜欢他会直接讲，你反而会觉得跟这种人相处是好相处的。但别人可能跟我相处会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好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我真实的想法，我什么都不敢表达，什么都说好，然后其实内心不见得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别人反而甚至觉得我好像很见外，都没有把人家当朋友这样子。所以我就后来发现，哎，其实我在陈真身上学到很多，就是应该要当做一个比较敢表达的，人家也会觉得说，哎，你是一个有把别人当自己人的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几年我们 这些姐妹们都有互相在提醒，就是其实我们应该要会做人一点，但是我们也更要会表达一点。小戴，你刚刚你现在就是你就是也是有界限的好先生的话，但我的界限就是那样子啊，但我其实我不会变了，我还是欢迎大家来找我帮忙啊。你刚不是已经讲你已经不帮了吗？不是，我说就是说那当然不帮的事你也别想再找我帮忙。对，但是我还是欢迎大家来找我帮忙，但是就不要触犯我的底线就好了。太好了。对对，我觉得大家一起很快乐，这样不是很好吗？有啊，对对对，好。洪老师最后的叮咛，哎，不敢当，哎，我就是我自己的感言是这样，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看自己与所当看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的角色是很尊贵的，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我尤其一个认识上帝的人，
我觉得他看自己的眼光会跟他还没认识神之前是截然不同的、嗯、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常讲说这个我们有主万事主啊，就是当我已经认识神了，我就不必好像还要交托给别人啊，主耶稣也不把自己交给别人。第二个就是爱人没有虚假，刚刚我讲就是起心动念嘛，我今天就是帮你啊，那至于你最后有没有还，或者你是不是把我当工具人，那是你自己要面对的，但是呢我来帮你，那就是我想做的事。OK， 我觉得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其实就免去很多我们今天所说的我好像是在讨好人家，然后事后又懊恼万分啊。对，那第三个就是其实有些事情呢可能不如所愿啊，就像刚刚讲的钱一直拿不回来啊，然后人家把你当工具人啊，甚至你这个做了半天就对方还可能让你下不了台啊，诸如此类。可是你那时候就想起耶稣所教导啊，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哦、其实我们也常常做很多亏欠别人的事情啊，亏欠上帝的事，那今天或许这些事情就交在上帝手上吧、啊、对。所以我最后认为、啊、就是说不要成为一个讨好的人，最重要谨记的就是注意界限 boundary 界限、嗯、但这个界限呢，界限是为了显出爱、嗯、哼，没有界限就没有爱。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界限巩固好，然后人家也不会轻易的就好像践踏我们或者是利用我们，但是在我们能够的时候，我们又愿意给人家最大的爱，从上帝而来的爱。我想这个会是一个在今天这个世代我们可以给别人的祝福，也给我们自己的祝福。是，好，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所谓的做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我们呢每个人的相处进退有度，鼓励各位做一个很有热情心肠的人，但是是一个拥有冷静脑袋的人。我们呢与其去领那个好人卡想要做好人，我倒觉得不如做一个懂得适时的说 yes 跟 no， 然后做一个最靠谱的人。这样子才是真朋友，好吗？共勉之。好的，共勉之，靠谱的呗。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谢谢。